项大数据四个榜单第一，杨幂勇扶摇展现最强实力。四项大数据四个榜单第一，杨幂勇扶摇展现最强实力。近日，最新一期的电视剧报告榜单出炉了。在最新一期的榜单上，我们看到了一部熟悉的作品和熟悉的人名，这个作品就是扶摇，这个艺人就是杨幂。杨幂这次凭借扶摇创造出太多流量了。围观新公布的电视剧报告，杨幂扶摇四项大数据占据了四个榜单第一，这四个榜单分别是电视剧角色榜、话题榜以及微博全站视频榜和电视剧官微榜。杨幂勇扶摇开始展现最强实力，没有人能够打破杨幂所创造出来的流量。扶摇的话题度最近确实很高，我们经常会在耳边听到别人议论这部剧，不管好与坏，不管外界给出什么样的口碑，扶摇这部剧是真的打开了自己的市场。杨幂用作品征服了观众挑剔的眼光。四项大数据四个榜单第一，这就是杨幂用扶摇展现出来的最强实力。在一周电视剧话题榜上，扶摇新增阅读量 6.5 亿排名第一。在电视剧官微榜上，扶摇上升七个名次排名第一。在角色片榜单和微博全站视频榜单上，杨幂和扶摇依然稳坐第一。在一周电视剧角色榜单上，杨幂饰演的扶摇名次上升三位排名第一。扶摇这个角色是榜单中上升速度最快的，同样也是目前最火热的一个角色。扶摇现在已经成为了杨幂的标签招牌。在电视剧话题榜上，杨幂扶摇总阅读量高达14亿，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啊，这完全是全民话题热度。这就是杨幂用扶摇展现出的最强实力，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杨幂的自身热度和扶摇的自身热度是不受任何事物影响的，尽管到现在依旧存在着一些黑粉，但这些黑粉貌似黑不动杨幂，黑不动这部剧。四项大数据还是直线上升，该拿第一名还是拿到了第一名。杨幂在用作品展现最强实力，她也在用作品创造巨大流量。这样的杨幂，这样的扶摇，让太多观众欲罢不能。这仿佛就是一种魔力，观众现在已经对扶摇着魔了。杨幂 New Smoke 九号摩登演绎三色极致轻盈美，共12张，1905电影网讯。近日，杨幂登峰 New Smoke 九号摩登大片曝光，大幂幂此番演绎三色极致轻盈之美，粉纱遮面，妩媚撩人，红纱黑衣，魅惑撩人。大幂幂身上的古韵之风与中国传统五行意境交融，美轮美奂。四扶摇一扶摇。